南方大学学院于3月3日举办了2023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典礼，喜迎新生们加入南方大家庭，开展人生中另一个崭新的学习旅程。典礼上也颁发了奖学金于本校优秀学生。大家好，我是谭凯文，那很荣幸可以获得这一份南方之鼎文化基金，那也很感谢学校愿意提供我这一个机会，让我从事更广泛的研究。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些日子里面，我会更加积极去从事一些田野考察、分析文献等等工作了啊，就是希望可以来回报学校的这一份善意，谢谢。我叫郑俊元，我是就读 Bachelor of Software Engineering， 拿到奖学金，我是很开心，因为能帮嘉义省一笔开销，然后希望可以就是保持着那个 CGPA 在 3.0 以上啊，报答学校。欢迎各位新生加入南方大家庭，祝愿同学们在今后的大学生活中每一天都过得充实快乐。